Hello， 各位欢迎翻到嚟七二一版本嘅绿宝石啦。咁我哋继续啦。咁由于我太心急嘅关系咧，呢一集咧应该系同上一集系一齐录嘅。就因为咧，我非常之快想知道联盟有冇改冲啊，或者改劲度嘅。咁你见到水道馆其实都几麻烦，几难打嘅。如果唔系有皮皮嘅六级防御，应该都未必打得赢嘅。好，我哋过啦。但我记得咧呢一个古君之路好似要带一啲嘅招式机嘅。咁所以我哋要掉走一隻，咁我哋掉走大潜不避先啦。咁希望好快搞掂啦呢一度，因为临尾我记得系要打一个劲敌嘅，咁唔知会唔会打赢啊？哎，系你啦，好超人嚟噶呢只碎面粉，哇，系冇啊，佢用咗啲咩技啊？哇，佢命玉嚟喎！唔系咁啊嘛，劲敌你居然开明玉，好艾路嘅话就系要用超能力嘅话，好似超能力飞行，好似系超能力同飞行，可唔可以转皮皮先啦？无限能量，哇 ！mega 进化，哇！开剑舞唔系啊嘛，你二两攻击，哇！一夜撞死我，唔系啊嘛，呢度都要打到我咁。睇先，野黑猫啊，奇异光线唔得，好劲，俾佢开咗一下剑舞之后，我应该玩完噶啦。哇，系，使唔使咁啊？明明之前啲难度都冇咁难啊，突然之间讲到咁难啫。哇，唔得，真系好劲。我哋转翻做大超不备先，如果唔系就一定打唔赢呢只嘢。我一定要落马鼻落去度，佢一嚟就系用毒长眉，咁毒长眉我用斑骨就正常啦。咁下一弯就唔可以用皮皮啦，一定要用大超不备麻痹咗佢先嘅。哦，佢一定系用睡眠粉啦呢度，再放呢个地钉佢落。喂，醒啦喂，唔系咁啊嘛，咁耐都唔醒。OK， 艾露雷朵咁啊，转大超不备啦。大潮不备 ，OK。先用电磁波先。哇！一嚟已经用近身拳击啦佢。诅咒奇异光线。哎，好啊好啊。鬼火。Yes， 有机会啦咁铺。咒语先，咒语埋添啦，唉，费事麻烦啦呢度。我哋转翻。佢应该会用恶技嘅，咁我就转啲佢恶技唔惊啦。睇下边系最高防先，88、63、127、81、91，呢只最高防，转佢金属怪，争两滴血死喎。马里努丽，好，照用子弹拳打先。哇，佢快过我。皮皮啦，无限能量，哇嘻嘻，唔紧要啊，开无限能量屈佢防啦，又要呢度打鼓，流星拳，哇完全打唔入，疯狂复突，哇争少少啊，放电唔得，扮怪。黐线呀！佢嗰啲重全部都系劲重嚟噶，哇唔系咁话，我谂住打联盟咗咯，今集居然 kick 喺度，而家有几多钱啊？2000蚊得翻，啊唔通我要升下呢先？第三只都见唔到，我净系见到佢两只啫，而家，哇中埋毒添仲。去死啦！艾露雷朵，咁我直接用野黑魔人打啦。奇异光线 ，mega 进化，开剑舞啊！呢啲黑人真技，最真见到剑舞喎。仲要系呢只艾露雷朵开咒语埋咯，减我一半血，死埋。
厄运临头呢招技用咗之后呢会加晒所有嘅状态，如果冇记错呢招技，咁我哋可以唔使要啦。我哋努力见到第三隻啦，唔係上一次都见到第三隻嘅。大潮不比啦呢度。电磁波。好啊，你咪打鼓囉。之后走啦。定係直接放电好呢？放电啦直接。好啊麻痹。因为佢呢度会用水流喷射嘅。咁我转边隻好呢？边隻特防最高啊？大潮不比同埋夜黑魔人，但夜黑魔人唔可以出住。咁又係转皮皮囉。月光嘻嘻一拳打死，试下齿轮啦唯有。唉好啊，早知一中齿轮啦咁。尖石攻击100威力80命中，咁对比岩崩咁梗係岩崩好啲啦，尖石攻击唔了。哇烈亚绿沙细隻嗰隻喎，中间嗰隻。咁电磁波唔驚嘅，所以已经冇用啦。夜黑魔人爆音怪，夜黑魔人好冇呢？夜黑魔人啦，奇光线隐形岩，即係潜地呀嘛。哦唔知咩技会隐形岩都鬼火。好啊，咁我哋唔好用诅咒啦，呢招转重先，我哋转做金属怪。隐形岩好似系钉嚟喎，我见到守住，识地震条友，有啲漂浮嘅特性冇，咁即系希望佢开到一下守护咯，唔得，好啦死咗金属怪，未死喎，嚟多下 ，OK。再转重先，转咩好啊？转咩好啊？定系唔转啊？咁啊，试下开多一下。唔系，我哋用飞弹拳啦，临尾做个贡献啦，希望佢死啦呢一度。唔死，好啊，先制技，哇火爵喎佢用。火雀我哋用爆音怪啦，睇下冲浪打唔打死佢。嘩佢快啲喎，神鸟特攻，大潮不比啦，电磁波先。嘩开剑舞啊，岩崩好，自爆磁怪，你最好识自爆啊。夜黑魔人啦，应该我快过佢嘛，佢快过我。死啦！电磁波唔痛，但电磁波好似打唔打中佢呢？好似都打得中系嘛？试下咯，我唔记得系咪？系啦，打得中嘅，咁啊大地之力，好，好，赢啦！喂，争下俾我赢啦！我解咗佢个状态，头先我见到佢解咗佢自己麻痹个状态，放电疯狂伏特呢个咧。十万伏特，哇争两下，放电交换伏特，黐线，好难打呢一度。虽然争少少赢噶啦，头先，但系佢用嗰个药回埋自己个麻痹状态，所以输咗。后嚟吧，唔好中毒就得噶啦，非常好运咯条友。夜黑魔人啊，呢度艾路嘅话，直接奇异光线先，开剑舞你咪开剑舞咯，鬼火，鬼火啊！唉，用咩啊之后？咁怪啦，唉。如果杀唔到艾露呢一度输咗啦，已经再嚟
我唔信今集打唔赢啊！呢一度我一定要赢到嘅位置。好，冇中毒非常好啊！冇食药，艾露雷朵。咁头先系夜黑魔人晕咗去之后咧，佢系开剑舞啦，但系鬼火唔中嘅，咁所以我系唔会再开鬼火啦。我今次开诅咒。好，之后佢用恶技啦，咁我哋走一走啦。金属怪。金属怪咯，好啊，打死自己。买你努力嘅话就系、是、要用啲咩咧？等谂下先，要用大潮不备啊嘛，好似系，头先好似系用大潮不备打嘅，好打鼓嘅香油，头先你有香油嘅咩？放电。佢应该会用水流喷射，咁所以我系有啲危机嘅呢度，放电先啦。系用水流喷射嘅条友，咁我哋转金属怪试一试先。铁头唔得，好，此人打赢啦。芝麻绿沙。夜黑魔人啦、啊，就系、是、奇光线，哇，好在顶得住啫。咒语冇啦，皮皮射死佢，今次赢啦啩，咁怪，争两隻，咦，我唔系开呢招、啊，开错技添，冲浪。用咩好啊？咁似有皮皮啦，无限能量先。哇，唔得喎！吹醒电磁波，大地之力。OK OK， 严准。我哋用。齿轮先啦，用放电，希望佢中麻痹啦，希望麻痹俾我睇下。哦，佢呢度应该会回血啦，咁机会嚟啦，机会嚟啦，一下打死佢，唔该。喂，搞错，啊！救命啊！争最后一下先，诅咒。鬼火鬼火啦，嘩，即刻打死咗。用咩好呢？咁扮鬼高音，嘩，唔得啊，好，再嚟啦，已经就嚟15分钟啦，打呢条友打咗。满地星就系你落呢个地钉啦，咁我哋转夜黑魔人，夜黑魔人直接用奇异光线同埋诅咒，哇！佢咁样我已经输咗，因为我打唔赢呢只艾露雷朵。其实今次可以试下用呢个嘅皮皮直接入去啦，因为用妖精技都打得痛佢嘅格斗。喂，又系碎粉，满地星，好唔紧要啊，都好快醒翻。爆音波会用几弯，但系高音个高音嘅，系劲个高音。OK， 开始已经语无伦次啊，大佬打到掉咗啲高音啊咁。艾露雷多直接用皮皮出场，塔达马死佢 ，mega 进化。喂，好啊 ，miss 咗，抵你死啦！自爆刺怪，自爆刺怪，我哋用大潮不备，用电磁波打佢。好，10万伏特，大地之力，顶住，中咗麻痹，唔紧要啦，照用啦，希望打中。好，爆击埋，赢啦啩，金铺买奴隶，
马里奴啦，我哋要用啲咩咧？佢会用嘅重应该系佢会用嘅技应该系打鼓，之后用水流喷射屈机。咁我哋先用野黑魔人啦。咁就直接用咒语有冇咧？直接用咒语先啦。咦，我快过佢喎，居然奇异光线。好，你咪打死我咯！你都就快死嘅横掂。之后金属怪保护，哼，想用技打我？亚绿沙，月亮攻击，唔好死。好啊，好啊。再用月亮攻击，靓波，严准，终于到你啦，严准，你今次仲唔死？齿轮怪，疯狂复突，好唔好咧？放电算啦，唔好疯狂复突。仲用啲咩重好咧？直接用爆音怪啦，冲浪。仲开剑舞，傻仔嚟嘅真系，都系睇你都变强啦，仲喺度超越咗。其实佢已经超越咗我啦，系因为我靠好运先赢到佢啫，好难打呢一个真系。咁我谂应该冠军之路应该都唔会有其他劲人系嘛，咁我飞啊，因为呢段路都非常之好啦。而家就系呢个冠军之路啊，咁发现咧其实都几犀利嘅呢度入面啲训练家，我谂应该呢一度咧系改过嚟讲嗰啲重嚟啦，同埋啲等级都升咗少少嘅。我真係唔想有40几呢有嘅贝贝龙喺入面等緊我啊。咁我哋而家会用嘅係齿轮啦。好，用钢技打死佢。经过六，咁我呢度会六一六啦，因为呢一度啲精呢度啲训练家都非常之劲啊。咁睇下会唔会有啲劲人，好似头先个黐线佬咁啦。火暴兽头先第一弯见过嘅。哇，用火技头先佢，用呢隻啦，咁我唯有大地之力，好顶得住，因为都只系两倍啫。电磁波、摇火舞、化字舞，转重先，我哋转皮皮，我都痛喎、啊！哇，晕未啊你？晕啦，快啲打自己啦你！重用会啊会啊会啊，好，终于打自己啊你，无限能量，哇晕咗，好，蝶之舞，月亮攻击，利多弯，利多下，而系魔人影之球唔学，齿轮，照用技打你咯，惊你啊，照用呢招打你咯，咩啊？哇！系月光疯狂突 ，OK， 开咗下先。镜光射击，仲争一下啫。喂，唔好啊！喂，哇，争啲濑嘢，头先嗰度极危险。好，夜黑冇人摆头啦，唯有。啊，呢度又要潜。又要爬瀑布喎，唔係啊嘛，大佬咁玩我。我返到嚟啦，先已经挂我柴，咁我哋而家带嗰隻瀑布啦，然后爬上去。我突然之间唔醒起呢、這个洞穴係需要有瀑布呢招技，同埋我又令俾隻嘢學咗闪光啦，所以係非常之舒服嘅而家。哦，你咪望到我囉，冇所谓。但我唔记得换重添，唔緊要啦，奇异光啦。晕啦，居然晕我夠膽。转翻爆音怪先，花之舞爆你啦！我发现呢招技系几犀利嘅，呢招爆音波系好高攻啦，同埋好似冇咩副作用，140，好犀利喎招技，又俾你睇到细胞仔直接爆，哥德少只包 ，OK 搞掂。喺边度啊？一个地方呢度啊？诶、欸，到啦到啦，系咪呢度啊？系啦，到啦到啦，终于到啦！召唤爆音怪，哇！呢、這个唔系劲人嚟啊！哇！大剂神通力先，一半都扣唔到，爆死佢！
大甲。打全不备啦，咁咪有电磁波先。哇，大剂咯！岩崩唔得，太犀利啦呢啲。仲有边只有岩技哦？冇一只有岩技喎。咁惹下魔人先啦，而家奇异光线好打自己非常好，打佢打佢 ，yes， 脱壳忍者用恶技打，咬死你啦！傻猪仲呢啲重居然，冬元红好似系冰系，系咪冰水定纯粹冰呢？我都唔系好记得添。齿轮啦，咁咪有。齿轮好嘢 ，3D 龙二 set， 只怕格斗技，而黑魔人啦咁，奇异光线锁定 100% 命中啊！如果锁定咗之后，佢啲技能，鬼火，哇做咩啊？冇咗个影嘅，点解我头先诅咒啊？玩完啦你，英姿偷袭系打唔中嘅。因为等多几关佢就要死，所以我要磨佢。唉，呢度唔打，好在有得揀啫。呢度啊，终于到联盟啦，极之辛苦，咁样就一集啦。打第一条友已经打咗，系啦。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见啦。